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物件。这个物件呢是我在也是在北京啊、哦，也是在北京，也是在潘家园啊，不是不是不是、哦、不是。这个呢，就是我干爹干妈收我做干女儿的时候啊，就是你刚刚说的你学校的老师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就是收我做干女儿的时候送给我的小蛋干妈。对，小蛋干妈，小生老小生老师啊，小生老师、那个、干爹嗯啊。他这是雕一个观音，好像送女生东西都会比较送观音这类玉的话，那不是手镯，一般都是观音啦、啊、佛啦、啊、都可以啦、嗯、对，都可以，一般的佛代表福气，真的很漂亮，观音很好，真的很漂亮。好，我们来见驾，嗯，干爹干妈的心意，心意。好，老师请见驾，18万元。观音的哈，非常非常的厚实，真的很漂亮啊。那纯这个所谓的冰波种啊，它这个雕工什么都很好，嗯。然后呢，它的颜色当然是它是属于比较稍微一点点微微的灰的，但它有些绿点。但是最重要，它没有什么瑕疵啊。然后工艺很好，比例也非常好，嗯，有的面相非常慈祥，所以我觉得很漂亮哈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物件。很好的一件作品，一切具象很苦啊，是啊，就会分享那么小去念具象，具象的生活是，因为通常我们进具象，因为家里面就是其实也不是太好啊，然后因为全免嘛，公费啊，对，然后那时候然后又可以学的一技之长，所以很多父母就会把孩子送进具象，对，然后我们小时候进去呢，其实什么也不懂，什么是京剧也不懂啊，对，然后就只知道要练功。你说是5年级进去啊？5年级进去，早上5:30就要开始练功。那进去之前要考试？要考试。那时候考什么呢？考就是肢体啊、柔软度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国语跟数学。那你说你们每天早上都先做基本功吗？就喊嗓。喊嗓。对。一啊，就是把嗓子要放开。发声。发声。对，然后完了就开始。倒立啊，下腰啊，前翻啊，后翻啊之类的，很像当兵，对不对？很像当兵，而且我们小时候军训管理，对，真的，而且我那个棉被啊，都要折那个豆腐干，哇，真的，现在没有。那军校老师打不打人呢？打，然后老师拿那个很厚的那种木板，刀鼻子，竹，哎，木板，对，木板，对，然后就是我们练功用的那种，很这么厚，真的是这么厚哦，一路。没有就直接打，所以是这样子训练出来的。嗯，所以人家说台上10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嗯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试看看你的小声身段，好吧？好啊，好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哦，一定要先帮我们前空翻，好精彩。只是硬底子功夫啊，没有，还好，很久没练了。小生从什么时候会用到耍这个双枪啊、抛枪这些动作？基本上的话就是文小生嘛，就是穿水袖啊什么的。但是这是武小生，小生还分文小生、武小生。对，那像我比较专长的就是陆文龙，陆文龙，双枪陆文龙。啊，所以这是双枪陆文龙的身段。对，它这是一个桥段。刚刚别人耍的那个双枪，哇，对，据说你今天也要教教我啊？当然，今天都好不容易来了，一定要呢教教我，一定要来看看主持人出糗是什么样子。不会，
非常简单啊，非常非常简单，对。那你刚刚那是陆文龙啊？嗯，真的吗？我想做赵子龙啊。你说赵子龙？赵子龙是空身哎，扎靠要扎靠。哎呦，真的。对啊，这样子你受不了，你还是做小旦比较好。我们做小旦吗？对，我们做小旦就好了。小旦，小旦。那我先来教我们娟姐，就是先手上，这是叠纸，然后脚要往后扁。有没有？古时候的女生两只脚都要别起来，然后就是两只脚别起来。古时候女生是这样走路的、啊？没有啊，她站的时候要很又所以古时候女生都有一点美人鱼的概念啊。夹脚，小古时候的女生走路都要夹脚。夹脚？对，真的。对，走脚步都要。这样有点小儿麻痹的感觉。那我先教娟姐，这个是叠纸。啊，叠纸。对对。其实正确要在这里啊，要叠到这里。你看漂亮多了吧？啊，然后这是兰花指，兰花指这边有个圈圈，有没有？不是，这是 OK 啊，这是 OK 啊。对，然后这要翘起来。啊呀，对，是这样子。对，好，最简单，先我两只手变叠纸。哎，对对对，我。然后呢，你再换脚。你变叠纸，哎，对对对，好，你手放后面好，自然就好。啊啊，不能放后面啊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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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他从上面画一个圈圈，对，然后指出去。哇，好美啊！也习惯了。对啊，对。等下我们也让三个老师出手一下。啊，真的吗？对。好，来，再说。好，我。然后你比中间，你不是 OK， 然后再换脚，再换脚，再换脚，然后指出去，出去，换手不对，还是右手啊？太可爱了啦！对对对对，好，那我将搭上我的台词。还要再一次啊？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娟姐。今天很高兴一切来到了大寻宝家，希望未来我们大寻宝家的收视能够收视长虹。好玩吗？我如果去你们京剧学校，可能会被打到屁股开花啊！我在想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尬不要，尬不要，尬不要！会了，会了，对啊，对，好玩吗？你觉得？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！我对这个枪比较有兴趣。你刚才说也要整整三位老师吗？可以吗？时间当然呢，时间够长吗？哎呀，宝物不用鉴定了，整老师。是你们剪刀石头布好了，输的人上来。啊，不用了啦，就三个都上来就好了啦。哦，对啊，耶，太好了，三个老师上来。我现在教男生的，你我他。刚刚笑我，主持人要整来宾还不容易吗？对，那三位老师站后面这样子，好，我站前面，你们比较好看。好，老师给他们你我他吧。丁字不对，对，丁字不站好。好，来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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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哎哎，好厉害哦，三个老师怎么那么厉害？好，来。先是你哦，剑指，就叶有没有并起来，就是剑指，嗯，对，剑指，好，我变掌，我到那边，他一样绕圈圈，剑指指出去，哎呀，他们的简单多了，是吗？没有，老师也要换脚啊，先是丁字步这样，好，你右脚在前面，同手同脚。我撤步，他，OK， 老师你们来一次吧，我站旁边。哎，验收成果啊！验收成果，预备备，开始。你觉得我帅吗？这样子吧。我感觉我还要回来，非常好。他大寻宝太棒了！后辈，